兄弟真英雄，无畏共联盟，梅赛德斯奔驰 A 级车系列强烈推荐，超级好看的主播真会玩赛事篇。英雄联盟电视台，英雄联盟电视台，各位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过得好吗？三二一 ，OK， 过年了，兄弟们，我们看一下过年的第一局。大家新年好，大家看尼寇的每一波发挥，这里一个耳闪啪直接定住三个四个，真的太猛了，这把真黑不了小虎了，这把 MVP 必要给小虎的，不用看了，来这也不用太紧张，当年姿态比你崩得更惨。 What？ 我吐了，怎么说呢，就是春节七天乐嘛，这个第一天每天都欢乐，就很快乐。那一个没有鞋的369，感觉就整个人都是慢动作，笨重。怎么维鲁斯都过来了？国豪是直接一个人过去，但是 Kiri 啊赶到，是直接用防盗门挡住了。国豪这波感觉有点浪，冲进去一个人送了。没想到我又回来了。加维的位置很危险，那个鳄鱼开了一个近身。这一波安卓感觉跑不掉了呀，虽然交出一个闪现，但是反手这边三个人的火力实在是太猛了呀。Angel 怎么笑得这么开心啊？我想写高兴的事情。这波开团兄弟们，这就是毒硬币，完美开团。2017年常规赛 MVP， 2018年常规赛 MVP 第二名，2019年常规赛。什么话想对队员们说吗？我觉得谢今天很猛，真的是西猛精武啊。然后，希望他如果有机会打 V 五打那个电棍的话，把他秀一下，给他整个被秀 top 十，好吧？我们这位粉丝也是很懂了。这个突出一个稳健了，突出一个稳健啊，太稳健了！这个风暴聚集这个点的可太稳健了，生来就稳，生来怎么了？生来稳健。前一日的粉丝贡献榜排名第一的出现了洛星美如画，这个。这不是我，好吧，不是我，我比较嫉妒，就是怎么没有，是不是记得帅如狗？什么？就是自嘲吗？怎么就没有我的粉丝呢？感觉没有排面，感谢大家。现在 LNG 应该说全体成员是什么？如坐针毡，如临大敌，寝食难安，如狼似虎。对的，相信他们可以继续调整自己的状态。粉丝们，么么哒！让我们伤了被压了三十刀，这个时候金工都哭了。哎，压了三十刀，队友呢？我的打野呢？猜得上个金工吧 ？TD 门口的猫玩的比他好一些。来了 MVP， 他是 MVP， 他卡了自己，闪下去开个扫卡自己，这就是 MVP。 是不是那个虎牙戴眼镜的主播说的？太恶心了，建议制裁。大家好，我是卡利亚，最喜欢玩小虎，喜欢卡自己人，我也喜欢卡自己，超开心的。灵王啊，灵王杀我啊！我绝技不吸气点什么？点红的，点那个第一排第一个啊，还有呢，第三排第一个。OK。是最津津乐道的万级翻盘，有一个小猪佩奇的话就很棒。你是不是想念我七七七酱了？大明台的非常优秀，挺帅的。